一直都在说大灾教义啊，这样的气候在变迁啊，我们现在如何呢能让它呢的变迁，让它时间再拉长一点，不要这么快速啦，那样的强力的四大不调，那密集的发生，唯有启发人人的爱，所以常常都说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这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目标。事在人为，不是做不到，只要我们发心，还要呢核心。要出门之前，欧洲的瓷器人，大家人集合底下，从下面呢有俄乌战争，我们也看到了流离失所，那生离死别，这就是人生的苦啊，真的是人生苦难变多。还有呢，真真实实生老病死，还有贫穷，病来无医啦，欠医欠药啦，这人间比比皆是。看很多的国家，回过头来想自己，啊，感恩啊，对家己讲感恩，我生在人间，那是人的身体，更感恩的父母给我的身体，还要感恩的我的师父给我两句话，为佛教，为众生，这就是我的慧命的延续。所以呢，我很爱守护我的慧命，但是呢，日日啊，都时间的过去，今生此世，现在啦，这世人已经呢，安尼亲像高雅伫咧爬十米山啦，生命都安尼直直爬，直直爬，往上爬，现在呢，也应该是爬到了，快到了，这个时候，就如溜滑梯一样的，会很快速的溜下去，那就是要等待来生啦。但愿我的来生啦，还会很幸运的再为人生，还愿意呢，要像那一只蚂蚁，还要重新再往西米山爬，这都是天天我对自己的喜悦，而且呢，感恩有这个身体，那就是要父母恩，我要报父母恩，他给予我的身体，所以呢，我要报父母恩，要报师恩，我更要报众生恩，因为呢，有老爸老母才有我的身体，有我的师父呢，给予我一个方向，也有呢，天下众生给我知道要如何做，这总是呢，时间呢，不断的过去，那这菩萨群呢，
不断汇聚汇聚，所以我会常常提起了一把米，看看缅甸大家呢共同起来可以去帮助人，穷人也可以帮助穷人，已经呢是8万多户了，一把一把米，每个月呢几万了，可以帮助呢将近4000户了。所以从手心向上，现在呢已经这么多数的人呢手心向下去帮助呢现在还是无力更生的人，所以类似这样的力量啊，净化人间啊，还是帮助苦难人，相信啊，那这大家人的信用，我们信仰的是佛陀的教义，佛陀教义我们是人人行菩萨道，天主、基督、耶稣，他们也是呼吁他的信徒，也是要仁爱，还有呢，博爱的，这都是呢，同样，这归元无二路啦，总是一个爱的互动，都净化人心，都带动人人心中有爱，所以仁爱、大爱、博爱，共同呢汇合起来一个大爱，所以我们要尊重，要感恩佛法的慈悲大爱，无离开仁爱与博爱，所以呢，这都是同一条路，只是呢，我们人类啦，要去把它硬的分别宗教的名称，其实不需要分别，人类平安啦，要有一个方向，人人要爱地球，人人呢要保持的这样的干净啦，无污染，总是爱修自己，爱护人间，这就是宗教的价值。每一个人啊，也要向自己说感恩，我们生可以呢还有因缘，我们要把握，赶快不要停歇，行菩萨道往前前进，这就是如是因如是缘，我们要广结善缘，要号召人人人有爱，我们现在呢还有能力去牧人心，把人心净化，不分宗教汇合起来，指引那在迷茫中的凡夫啊，凡夫，把凡夫带进啊，接近圣道，心性的堕落，这个心性的堕落呢，就是心性的宗教，不管什么宗教，我们都要互相尊重，大家人共同跟众生有缘呐、啊，迄、那个宗教就可以度他，也当传引向这个健康的宗教。与佛法有缘的，我们要到处说法。最近呐、啊，一直听都说弘法利生，是啊。我们要如何弘法，要靠大家好的方法，如何付出做善事，唯有善啊
才能破灾的。所以常常说一善破千灾，还有呢，行善之家必有余庆，行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就是叫做福。所以人人可造福，有了造福啦，就会消灭灾难。所以要人间啦、平安啦、地球啦，照顾好以后，那这个虚空的污染呢，让它淡化，唯有人类大家呢，皆胜前程。